掀开讲义第三面，第三面我们看这个记诵的第二，这个第一行啊，记子的第一行，就是第十一段啊，究竟如虚空广大无边际，此二句名庄严量功德成就。来生者虽众，犹若无也，常如虚空广大无际，终无满时。那么这是教我们观察了西方世界的量，这个量呢，有很多种，这个地方主要的是说空间，在十方诸佛刹土，大多数都是众生业力变现的境界，因此在量上来说呢，都很狭小，无论是在空间呢，或是在时间上来说。我们最清楚的就是自己居住的这个娑婆世界，特别是我们现前居住的这个地球，地球的面积似乎一天一天的在缩小，这是我们现代人呢很容易觉察得到的。科技发达了，交通工具发达了，在古时候从中国到美国航海用的是帆船啊，假如一路顺风啊，大概要两个多月才能到，如果遇不到顺风啊，往往要半年多才能到达啊。那么现在十个小时就可以到达了，这个是地球缩小了，人口啊增加了，从前没有这么多的人口，所以现在感觉到我们居住的这个环境呢非常拥挤，居住的房子很拥挤，即使这个地面空间呢也感觉到特别的拥挤，这个环境会影响人的情绪，会影响人的心理，所以这个身心
如何能够舒畅？阿弥陀佛看到这个现象，这个现象不但我们这个地球上有，其他的星球啊，大概也好不了太多。于是乎，他老人家这个成佛之后所现的这个国土啊，广大无有边际，急急乎乎，他这个居住就是生活环境的，确确实实是净虚空变法界。那么净虚空变法界，我们这个世界这个地球啊，在不在他那个世界里面呢？这个很难讲。说真的呢，就是一在一不在。从事上讲啊，当然不在，这是两个世界啊。经上跟我们说的西方极乐世界、去娑婆世界、十万亿佛国土，从理上讲呢，它是法性土，法性遍一切处啊。我们这个世间国土啊，怎么能够超越法性啊？这是从理上来讲，理与思都不能够偏执啊，偏执就错了，偏执我们就起了疑惑了，疑惑是菩萨修行正果的障碍。纵然念佛往生，也生到边地宜尘，这个是很不合算的。所以我们对于经典上所说的要有坚定的信心。那么这个世界非常大，所以十方世界众生即使通通都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那个世界也看不到拥挤的现象。这个状况实实在在说，世尊当年说法距离我们今天的3020多年了。在那个时候说这些话了，的确大家听到很不容易理解，为什么呢？那个时候人口稀少，所以这个居住的环境啊都非常空旷，不是在今天所说的。今天所说的，我们感觉非常的敏锐。那么佛说这些话，可能他方世界其他星球里面永色的情形啊，3000年前呢就跟我们今天一样，这很可能。所以这第一个让我们知道西方极乐世界的殊胜啊，这个国土广大无有边际，
无满时，十方世界都往生到极乐世界，极乐世界也看不出拥挤的现象，这个满就是这个意思。正道大慈悲，除是善根生。此二句名庄严性功德成就。前面是讲量，量从哪里来的？为什么它这么大呢？原来它是称性而变现的。佛见有国土，以爱欲故，则有欲界；以攀缘禅定故，则有色无色界。此三界皆是有漏邪道所生。长青大梦，我们先看这一段。这一段为我们说明十方诸佛刹土量是有限，西方世界叫无量不但是无量寿、无量光这个国土也是无量的，样样都是无量的。那么十方国土它为什么会有量呢？不称心，与法性相违背了。哪些与法性相违背呢？爱欲。真心本性里面没有这个东西。爱是指情爱啊。欲是指的欲望。佛在《楞严经》上跟我们讲的很清楚，他讲一切众生，这是讲六道里面的众生，皆以爱欲而争性命。这是佛把这个六道那个根源业余道破了。因为有爱欲，所以就有欲界。我们这个世界欲界的现象，包括了欲界天。欲界天有六层，从这个下面往上面去看呢，有四王天，有忉利天，有夜魔天，有斗率天，化乐天，他化自在天，这全是属于欲界，也就是说爱欲没断的。往下看呢，我们人道、畜生道、恶鬼道、地狱道，通通在欲界。都没有能够离开爱。即使他住了，
啊，觉悟的是觉得这个爱欲可厌，觉得这个禅定清净，攀缘禅定，这攀呢、啊，攀缘禅定啊，舍弃爱欲，喜欢禅定。因此就有四禅天了，啊，初禅、二禅、三禅、四禅。到四禅天的时候，对于这个禅呢，也厌恶了，叫厌禅。于是乎，那个境界又提升了一层了，到了四空天了。啊，这四空天就是无色界啊。啊，四禅天是有色。那么这是三界怎么形成的？四禅四空天都属于天道，高级的天道，凡是在六道之中。菩萨告诉我们说，此三界皆是有漏邪道所生。什么叫有漏呢？漏是烦恼的代名词，也就是说情欲没断呢，啊，没断就是有漏啊。他所修的不能出离三界，那么这种道就不是正道，这叫邪道。佛经里面有的时候称它做外道，不能出三界，不能了生死的，依旧是长夜大梦啊。这个长夜大梦，六道轮回就等于做梦一样啊，那不是真实法了，虚妄的。我们从这个事实就明了，修行实实在在不容易。佛虽然在这个世间说了许许多多的经论，许许多多修正的方法，但是佛说了，法一定要契机，所以佛的经呢，称之为契经，上契诸佛所证之理，下其众生可度之机。佛说经是在三千年前，是在印度那个环境为那些人所说的，这一点我们要清楚，不是为三千年后啊我们这些人所说的，这一点我们要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然后我们在世尊这一代实教当中才知道怎样去选择。
佛所说的经，七理是决定没有问题的。合不合我们的机呢？机就是我们的程度呢，我们的根性呢，实实在在讲啊，那不一定呐。为什么呢？他不是为我说的，佛为我说，一定切我之机。他不是为我说的嘛。金刚经是给须菩提说的嘛。楞严经是给阿难尊者说的嘛，不是给我说的嘛。这一点我们要清楚，要明白，我们不是须菩提，我们也不是阿难啊。这样的经典，我们要学习就很难了。就是依照经典里面的理论方法来修学，也不能成就。怎么知道不能成就呢？你能不能断爱欲？这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果然能断爱欲，那就是你就是当机者了。那正是对你说的了。如果你不能够断爱欲，那这个经典这个法门对你来讲就不契机呀，你就得不到利益。所以得不到利益，就是你还是出不了三界。纵然你得定了，得定也不行啊，何况得定也不容易啊。你看这个色界天初禅以上，他这个爱欲没断，虽然没断呢，他有定力能把它扶住，不起作用。像什么石头压草，没有断根呢，但是真的他把它压住了，这叫扶住，扶烦恼没断，他才能够生色界天、无色界天。无色界最高的一层飞翔飞飞翔天，寿命80万大劫。这个80万大劫是怎么来的呢？是他的定功能够把爱欲扶住，能扶80万大劫。可是80万大劫到了之后啊，他这个定啊就失掉效果了，就扶不住了。扶不住，于是这个烦恼又起来了。这一起来呀，就要往下堕落了，因为他再不能上去了，就往下堕落了。所以菩萨称这个叫游漏邪道所生的。这句话讲的那就不错了。这才知道修行真难啊！我们今天凭什么？如果讲真的断烦恼，贪嗔痴慢，是非人我，我们的确没有能力啊。今天我们所凭的，就是凭阿弥陀佛本愿的威神呐。他老人家加持我们，我们不要断烦恼，也能往生。这是在
所有一切大小乘法门里面只有这一门，诸位要记住，只有这一门不断烦恼可以出三界，除了这一门之外再没有第二门了啊！你们去翻翻大藏经看看有没有第二门，没有了啊，自古以来这些祖师大德多了，他们翻遍了大藏经都没找到啊，唯独这一门呢、叫待业往生啊，待业就是不必断烦恼啊，就能往生。所以净宗称之为叫门与大道啊，门就是八万四千法门，无量法门，与就是以外的，无量法门以外的，哎，可以出离三界，可以永脱轮回，而一生呢不退成佛。就这么一条路大家都要明了啊，无住天清是何等人物啊！昨天跟诸位介绍无住是天清的哥哥，八地菩萨了，遇到这个法门呢都一心归命，念佛求生净土。这是我们的好榜样啊。这说明了一切众生要想出离三界，要想修成正果，实在是非常非常之困难。是故心大悲心，愿我成佛，以无上正见道，其清净土，出于三界。这是法藏菩萨啊，阿弥陀佛在因地看到这个情形，诸佛度众生那个情形呢跟释迦牟尼佛差不多，所以让众生成就是真正不容易。法藏菩萨看到这个情形才兴起同体大悲，无缘大慈啊，发了四十八愿，愿自己成佛的时候以无上正见道，这个正见就是无上正等正觉，其清净土啊，其是心起啊，西方极乐世界是法性土，唯有称心这才真正清净，超出三界啊，这是正道大慈悲呀。此
此清净土随顺发心，不拐法本。这两句话非常重要啊，让我们明白西方世界清净广大的原因啊，为什么它清净，为什么它广大，它是随顺法性，不违背法性。这个法本呢，也就是法性的本源，它不违背。法藏菩萨与世自在王佛祖悟无生法忍，发四十八愿修其此土，无缘是大悲，即处世善，为此大悲为净土之根，故曰处世善根生。我们世间的善根，根呢是能生的意思，顾名思义，善根呢能生世间一切善法，这叫善根。善根是什么呢？佛告诉我们有三种：无贪、无嗔、无痴，这叫三善根。世间所有一切善法了，是从这三个根生出来的。无贪、无嗔、无痴，翻过来就是贪嗔痴。贪嗔痴也是根呢，什么根呢？那不是善根，恶根。世间无量无边的恶法了，都从这三个生出来的，贪嗔痴。所以佛教的做三毒啊，没有比这个更毒的了。如果我们这个贪嗔痴啊，要是重的话了，自己就要觉悟，我们这个心性很毒，这不是好事情啊！起心动念、言语造作，都是不善呐，都在那里造。恶业，除世善根是建立在世间善根的基础上，所以菩萨善根，大乘经上常讲的菩萨善根有一条精进。我们在经论上看的很多，听的也很多，但是那个精进的意义啊，的确还是不知道啊。为什么呢？知道了你一定会精进，你今天不精进啊，就是对于菩萨善根一无所知啊，不但无所知，世间善根啊还没有成就。为什么呢？还有贪啊，学佛了啊，世间名闻利养不贪了，贪什么？贪佛法
啊，我这里劝你念佛，他还要贪着，还想参禅，还想研教，啊，还想学密，样样都想学，样样都想会，贪心呐！因为有贪心啊，所以他的修学是杂修啊，乱修啊。纵然在进步啊，在乱进杂进，他不是精进，所以他不能成就啊。精进就是像前面所讲的一心归命，那就是精进。天亲菩萨不容易啊，千步论思，他真是通宗通教啊！遇到这个法门之后了，他能够一心归命，换一句话说，所有一切通通放下，通通舍弃，专心的一心念佛，求生净土，他才能到西方啊！啊，莲池大师在晚年也跟天亲菩萨一样啊，所有一切法了都舍弃了。他老人家讲啊，三藏十二部让给别人悟啊，他放下了。八万四千行啊，饶于别人行，也放下了。晚年一卷弥陀经呢，一句阿弥陀佛，这才真正成就出世善根。世间法不贪了，佛法也不贪了，这才行啊。在此地我们要真正觉悟，要认真去反省检点，我们还贪不贪图佛法？纵然要发心度众生，度众生也是个贪心。为什么呢？攀缘度众生吗？他不是随缘吗？攀缘吗？都错了啊！那么西方世界，每一个往生到那边去的人，都蒙阿弥陀佛本愿威神的加持，出世善根生啊。这是我们要常常想到啊，这个21首颂啊，是观察了。观是我们看清楚啊，察就是清楚明白啊，我们要把它看清楚，想清楚，看明白，想明白，不要再犯过失，这就对了。底下两句，净光明满足，如净日月轮。此二句，明庄严形象功德成就。
安乐世界广大无边，清净光明无不充盛。西方世界称之为光明世界，称之为清净国度，称它为净土啊，称之为大光明藏啊。末后这一句是比喻，如镜，如日，如月，如轮，轮是表圆满的意思，日月是光明的意思，清净光明，无不圆满。这是赞叹西方极乐世界的依报庄严啊，这说他的种种的形象。说到形象，佛在《观无量寿佛经》里面说得很详细啊，因为这个十六观里面呢，都是叫我们观察西方极乐世界清净庄严的形象。观经呢，可以给我们做参考。备诸珍宝信，具足妙庄严。此二句名庄严种种四功德成就，形象我们要知道，而种种四呢，我们更要明了。佛建有国土，以泥土为宫室，以木室为华冠，或雕金缕玉，意愿不充，或银背千百，居受辛苦。这个解释虽然很简单，但是意思包括得很圆满。佛是阿弥陀佛，也是说他在因地的时候见到许许多多诸佛国度，他们居住生活环境都不圆满啊，以泥土为宫室。那么这个地方说到的宫，我们要明白，要知道它的本意啊。现在呢，一般人看到宫殿就会想到啊像寺庙、像皇宫这一种的建筑啊，就宫殿式的
建筑。释迦牟尼佛3000年前讲经的时候，印度没有中国这种宫殿式的建筑啊。那么经典里面翻的这个宫殿显然不是中国宫殿的样子，因此我们了解宫殿的本意。宫是什么呢？是私人居住的房子啊，就是我们住家的房子啊，私人居住的房子，这个叫宫。殿是什么呢？殿是集会、办公、公共啊，这个办事的场所叫做殿，是这么一个意思。我们要求它的本意，然后啊，你对于佛法，你才会真正明了，才会通达啊，才不至于啊发生误会。我们常讲佛法是恒顺众生，随喜功德，因此佛教化众生没有定法可说。那么佛教的道场也没有一定的形式啊，所以它确确实实像我们今天所讲的本土化与现代化。啊，私人居住的房子以至大众集会呀，这个场所都是恒顺众生。啊，那么在印度，就是印度当时的这个形式。传到中国呢，那么就采取中国的形式，跟印度那个形式完全不相同啊。时代不断在变啊，这个佛教要是保守一成不变呢，那么换句话说，它可以教古代的众生，不能教导现代的众生。啊，这守旧啊。那么它能教导中国的众生，不能教外国的众生。这就铸成大错特错了。啊，这个不是佛度众生的意思啊！佛教化众生，活活泼泼的啊！所以从这个宫殿，佛经里面讲的宫殿呢，我们就了解佛法了。确确实实，它是非常啊适合于时代性。啊，确确实实他做到了现代化跟本土化。那么现代人居住的房子跟从前人不一样，现在人办公室啊，跟以前的我们中国人讲的衙门呢，也不一样了。殿就是外国人讲的 office， 就是我们佛经里面讲的殿呐。啊，宫是私人的住宅，啊，私人住家的，以泥土为宫室，就是建筑材料。以木石为华冠，
雕梁画栋啊，梁栋是木材啊，特别我们在美国看到这个居室，几乎居住的房子多半都是以木材建造的。啊，雕金玉玉，意蕴不同。啊，这是形容古时候的这些皇宫。贵族大富长者他们居住的房子，我们常讲啊，雕梁玉砌啊，过去皇宫警卫森严，一般人进不去的。现在我们到北京去看故宫，已经开放了。我们看看是不是玉砌的呢？不是的，不过是比较好一点的石头而已啊。那个玉是形容啊，不是真的啊。是好的大理石，不错。石头砌的，不是玉啊。我们到日本去看日本的靖国寺，这个在佛教里很有名的建筑，建筑物并不大，只有两层。是不是金做的呢？不是的呀，是木板上贴的金啊，就跟我们中国那个匾额一样啊，贴的金。它是的确是真金，但是是金箔贴上去的。那个看起来确实是很美观，很庄严，金碧辉煌，瞧瞧，是木板外面贴的金箔。所以意念不充，它不是真的黄金做的，是还是木板呢？我贴的金而已。这是意念不充。换一句话说，只讲求一点表面的，没有实质上做不到好。和银背百千，举手辛苦。银是金银，就是建造金银的时候很辛苦啊。我们知道北京的皇宫，从开始建筑一直到扩充到现在这种规模，差不多是400多年的历史。从元朝时候，明朝、清朝逐渐逐渐的在扩充，在今天这个规模不是这个当初一建筑就是这样，不是的。不断的修缮，不断的扩充。所以确实是举手辛苦。那么这在许许多多寺里面举出这一桩。其他一切事哪一样不辛苦呢？哪一样真正能够称心如意呢？的确是难啊。法藏菩萨看到了，故心大悲心，他老人家发了大慈悲心了，愿我成佛，必是珍宝具足，严厉自然。西方极乐世界那个黄金建的房子，那是真的，
那不是木头上头贴的金，不是的。它是真的，不是假的。而且呢，不要啊辛苦去经营，它是自自然然变现成的。经上给我们讲的七宝，七不是数字，七是表法的，表圆满的意思。七怎么来的呢？四方上下在当中，这就圆满了。七是这么来的，是讲四方上下当中，这就圆满了。所以七是代表圆满，不是七种，无量种啊，应有尽有，一样不缺，这才叫圆满。不单我们这个世界有的他有啊，其他世界有的我们这个世界没有的，西方极乐世界通通都有。十方诸佛刹土里面所有的珍宝，西方世界通通具足。叫珍宝具足啊，庄严美丽自然的，不需要人工去雕琢，自然成就的，一切都是随心变现出来的。相往于有余，自得于佛道，这两句话非常重要。这个物质环境能够随心所欲，像经上所说的，我们想吃什么东西，这个念头才一动啊，你所想的东西都已经摆在你的面前了。念头一动啊，就在面前了。不想要呢，不想要就没有了，干干净净就没有了。也不要去收拾碟子、收拾碗呢，去洗呀，这个都麻烦的。想穿什么衣服，衣服已经在身上，不必去裁缝啊，不要去买衣料啊。衣食住行啊，没有一样不是随心所欲，于是贪心就没有了。你们诸位想想看，我们为什么有贪心？贪的根源呢，是物质稀少啊，我们求不到啊，他才贪呐。如果样样都这样丰足，一切都随念而现，那还有什么贪心？所以西方极乐世界到那里去，这个贪嗔痴佛也不给你说法了，自然就没有了。到那个地方自自然然就断掉了。相望与有余，像经常告诉我们的，到西方极乐世界住的房子，那个房子的式样大小也是随心所欲，你想你的房子大一点，它房子它就变大了；想小一点，它就变小了；
想在地面上，这个房子就坐落在地面上；想在空中，这个房子就浮到空中去了。随心所欲，因此对于所有一切的物质，我们讲的五欲六尘呢，决定不会起一念贪心。啊，因为什么？它太多了，太丰富了。取之不竭，用之不尽呐。自自然然呢，就与佛道相应了。自然成就。经言随其心境则佛陀境，所以西方世界确确实实是得心自在，因此依报的环境啊就自在了，正是佛常说的依报随着正报转，所以心清净了，佛土就清净，心自在啊，这个一切生活受用啊就得自在。这个是具足妙庄严，庄严就是美好的意思。五垢光焰智明净药师界，此二句名庄严妙色功德成就。前面说的种种事，这两句赞叹的色相，前面有赞叹形象、形状，这个地方是讲光彩，色是讲的光彩。彼土金光从觉垢业生故，清净无不成就，是无生人菩萨敬业所起，阿弥陀如来为正上缘故。记子里面无垢，垢是污染，我们今天常讲的心理的污染，精神的污染，意志的污染，在佛法里面给我们说的见思烦恼、尘沙烦恼、无明烦恼，烦恼就是污染，生到西方极乐世界，这些污染都没有了。离开这一切污染，
我们的真心本性呢就显露了。真心本性里面的自自然然有无量的智慧光明，六祖大师说得好啊，何其自信本来清净，何其自信本来具足。这个本来具足就是没有一丝毫欠缺，样样都是圆满的。光焰直，直是直身，形容光之大，光之明亮。明耀明净照世耀世界，不单是光明，而且清净，照耀无量无边的世界。诸位要知道，这是讲的西方世界的医报。所有一切万物通通都放光明，西方世界不但佛菩萨这些人身上放光，所有一切物质通通放光，他们居住的宫殿，经上讲的宝树、罗网、宝池、得水，样样都放光。这个是诸位一定要清楚，但是我们在经上所看到的没有这么明显。在此地菩萨为我们这一说明呢，我们就清楚了，没有一样不放光，而且每一种的光明都是遍照世界，所以那个世界光明世界。这个光明是性德，不是修来的，是性德。彼处金光从觉狗业生，也就是说永断烦恼，从清净心里面生出来的。清净心是真心的清净，无不成就啊！这底下两句就说得非常具体，是无生忍菩萨敬业所起。无生忍地位就高了，人王经上告诉我们，正得无生忍是什么样的菩萨？无生忍分三品，下品是七地菩萨，
中品是八地菩萨，上品是九地菩萨，这个位置高了啊！无生人再往上去叫极灭人啊，极灭人也有三品，下品是十地菩萨，中品是等觉菩萨，上品是佛。所以佛证的是圆满的极灭人，这是七地以上的菩萨。正是佛在经上告诉我们阿毗跋致菩萨，什么人呢？我们发愿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就是无生人的菩萨。你看四十八愿里面不是说吗？生到极乐世界的都是阿毗跋致菩萨，阿毗跋致就是无生人菩萨啊！这个诸位要知道，这么高的果位不是我们自己修来的，我们自己待业往生，一品烦恼都没有断的，哪有那么高的果位呢？啊，这是阿弥陀佛四十八愿加持，使你一到西方极乐世界，虽然没证得，你的智慧、神通、道力、一切受用，跟七地以上菩萨完全相同。啊，这是佛力加持。一直到我们自己在西方极乐世界真正证得了，啊，我们到那里慢慢烦恼真的断掉了，真的证得了，真正得之后啊，阿弥陀佛还加不加持呢？给诸位说，阿弥陀佛还是加持，不单阿弥陀佛加持，十方一切诸佛如来通通加持。这个诸位细细去念《弥陀经》，去念《无量寿经》啊，就明白了啊，而后才晓得这个法门真殊胜啊。所以无住天亲菩萨一碰到就一心归命，我们想想他们是什么人物啊？那比他们还殊胜的，华严经上我们看到文殊普贤啊，那是华藏世界的等觉菩萨啊，比无住天亲高太多了，还是要发愿求生净土啊。怎么样往生呢？就跟天亲菩萨一样，要一心归命阿弥陀佛，这才能往生啊。我们从这些地方去观察，才真正明了这个法门不可思议，这个法门无比的殊胜啊！我们的信心才坚定了，才清净，才不会动摇啊！这一生当中决定成就。所以经论不能不细细深入去讨论，因为越清楚越明白，我们的心越坚定，我们的愿越恳切，换句话说，我们念佛的功夫才真正相应。凡是功夫不得力，都是对于这个道理事实真相啊没搞清楚啊，没有搞明白，以为还有别的法门呢，比这个法门更殊胜的
再看下面这首偈，宝性功德草，柔软足右旋，挫折生胜落，过加占临头。这个过是超过。前面说形象，说妙色，说种种事，使我们这个六根里面的眼根的享受啊，这一首偈是说我们这个身根处的享受。这四句名庄严处功的成就，我们身体接触气包柔软，悦目变身啊。西方世界所有一切万物，我们眼看到，耳听到，鼻所嗅的，西方极乐世界有宝香啊，香光庄严，六根所接触的，都能得到最殊胜的快乐，所以叫极乐世界。这个世界叫极乐啊。宝性这个功德草啊，是说明西方世界的树是七宝成就的，西方世界的地也是七宝啊，西方世界这个花草啊也是七宝。它的宝啊柔软，不像我们这边的宝啊坚硬啊。我们这边去比如说是这个讲七宝呢，第一个讲黄金，我们这个世间黄金坚硬，可以做首饰，不能做衣服穿的啊。西方世界这个黄金啊柔软，可以做衣料，可以做衣服穿啊，跟我们这个世间黄金不一样啊。我们这里金无论在成色光彩上都不能跟它相比啊。气包柔软，悦目变身啊，变身是可以做衣服穿在身上。加占临陀是天竺柔软草名啊，这是印度啊，像我们现在的草坪一样啊，这个草柔软啊，在地下铺这个像地毯一样啊，你接触它的话能生乐寿啊。故以为喻，以这个为比喻，挫比软宝啊，生
发喜乐。啊，所以西方世界真的是六尘说法。色身香味触，没有一样不是悦目辨身，没有一样不让我们生起发喜，确实发喜充满。断烦恼，证菩提，宝花千万种，泥浮池流泉，微风动花叶，交错光乱转。此四句用庄严水功德成就，我们在经上念的西方世界这个七宝池，这是说的水宝池，很多遍布在西方世界。而宝池里面的有莲花，十方世界人到西方极乐世界去往生，都是莲花化身，所以西方世界也叫莲花世界。莲花世界，注意要记住，它与华严经的关系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密切。华严经上讲的是华藏世界，实在讲华藏呢，就是莲花藏世界，莲花世界就是华藏世界，而且呢是华藏世界的精华。假如不是精华，文殊普贤呢何必要去往生呢？文殊普贤确实都住在华藏世界，为什么还要去见阿弥陀佛？这就说明了，西方世界是华藏世界的精华。流泉池沼与宫殿相称，种种宝花不为水施，施是装饰。池子里面有莲花，这个宝池的周边有杭树，有花草，那么这些都是自然成就的，不需要人去经营，去设计，去建造，不需要，都不需要。都是自然成就的。微风徐善，徐是缓慢，这个风接触到感触到也非常快乐，微风啊，应发有序，
这个花开的时候是有次第有秩序，一丝毫都不乱。花开的时候非常美妙，花谢的时候一尘不染。它落在地面上就好像那个被地吸下去了，就自自然然没有了。特别是空中的雨花，这个我们在经里面都曾经看到的。这些景观让居住在那里面的大众开神悦体。这个开神就是我们这个世间所讲的开悟啊。可见的这些花了，看到的时候人都会开悟。花也在说法了，悦体，体是身体，感觉的通身的舒畅快乐，无一不可无一不可。每一样花它花的品种也是无量无边任何一种花都能令一切众生开神悦体那么这是说到这个水功的成就。水功的成就里面没有赞叹水的八德，而赞叹呢水面上水岸边的这一些装饰，水是本体啊，这些装饰周边的这些花草装饰是附带的，附带的这些装饰已经是这样美了，那水的好处就更不必说了。那么这八功德我们在弥陀经里面读过，在无量寿经里面也读过，而在观无量寿经里面讲得最详细了讲得最详细。底下一段宫殿住楼阁，观十方无碍，杂树异光色，宝蓝遍围绕。弥陀经里面七重行树，七重蓝唇，那么这个地方我们看到宫殿这个字样的时候，诸位一定要清楚决定不能够看到宫殿呢，就想到我们中国古时候宫殿的建筑，你就想错了。所以一定要知道它本来的意义。楼是两层以上的，这个就叫楼。观十方无碍
是西方世界，无论是宫殿，或者是楼阁，或者是花树，或者是罗网，都能够显现十方世界的影像，就像我们看电视一样。所以你想看哪一个世界，它就现出这个现象出来，随心所欲。我们到西方极乐世界，如果要想到，哎，过去在这个地球上娑婆世界现在那里怎么样了，那个景象啊立刻就显现出来了，你通通都看见了。不但人间这个状况你看到了，六道状况都看到，不但能看到现在，还能看到过去，还能看到未来，没有障碍呀，不仅看这个世界，设方无量无边诸佛刹土都能够显现，都能让你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所以我们要想真的帮助家亲眷属，帮助我们的朋友，说实在话，只有到西方极乐世界去，你才真有这个能力，真有这个机会。否则的话，这一轮回呀，自己也不晓得自己到哪去了，与你家亲眷属啊，永远隔绝了。再亲爱也无可奈何，这个是不可以不知道的。那么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此地。